我现在化妆已经变得带歪了呀，我本来很正直的，很正常的一个男人。我只是在把你那个的潜能给开发出来了，好吗？让你有你现在这一可爱的一面，你认识我之前你有可爱的一面吗？你只有帅气的一面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以后你不管有帅气一面，你还要有可爱的一面。我觉得就是我把他们那个的潜能激发了出来，他们才知道自己有自己的一面啊，不然的话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可爱的一面。 那意思是他们在感谢你喽？对，是。靠，你现在感谢我？我前两天做一个采访，我发你美。真的假的？没有那么多吧。你夸我美？对，我看你美了。你说我美？你说我美？你说我美？你反应刚刚那么大，好不好？你说我长得美啊？夸我美吗？真的假的？到你家，你要谁采访说李现就是帅？我现在就说李现真的非常非常帅。 李现在你合作过男演员吗？合作过，跟我。李现老师有什么想问、想追问的吗？在你合作的男演员当中，最帅的是谁？那我问你，在你合作女演员当中最漂亮的是谁？来，镜头对准我，杨紫。既然你就这样豁出去，我也豁出去，李现。十五二，十五。 烧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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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老师，谢谢。啊！哇，我真的感觉被戳了一下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要那个镜头的给他，是我的好朋友了。
啊，杨子。我跟大家讲说这部戏真好，我最喜欢的杨子。这部戏我最好。不用。我不会跟你玩了，李欣。是不是好朋友？你说，我在这个最好的是杨子来。啊，我在这个戏卖最好的是杨子。啊，也是啊，好朋友，老同学。